yesterday when I drove by your house. The sign up front said that you're moving. 喂，姐姐。找我干嘛呀？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来了这个小屋吗？那你有心动的吗？有吧，但是我很纠结。你纠结什么？就是有两个人吧，一个人可能就是他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那种内敛的，然后他是有一直在默默做一些事情，然后另一个人就是他很幽默风趣吧，就是相处起来的时候总是我觉得他可以给我带来很多欢乐，然后让我觉得很自在的一个人，然后就觉得就是挺纠结的吧。我还是希望你就是两个人都看，而不是只看当中的一个人。当你了解后，我可能更心动的是哪一个，然后你再去做决定。一定要好好的想想。那就不说了，我要走了。改天聊，拜拜。拜拜。